那种飞机不是直升机，就是那种一共就能坐四个人的那种飞机。我还有那证书呢，这个还真就会开，一会儿给你看看那证书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想用人类的钱来。敌军还有30秒。啊，滑翔机。从不流血。小飞机。老司机，谢谢大陆正中机，谢谢大陆正中机的飞机啊！谢谢，我们就不偷了吧？这红，这狗头人来了，看见我，我偷不了了，走了。还有1分钟开奖啊！来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现在是1/10的中奖概率啊，1/10。地球上全是钢铁和硅晶。打得挺激烈。等一下，狗头人在这堵他。狗头人挺往后边靠啊。起。扶灭一下，扶灭一下，起！人们说原型并不稳定，那是因为他们害怕。谢谢碗哥，谢谢马腻子，谢谢饺子，谢谢心。闪现平一些炸死，希望是人类的一种幻觉。灰只是燃料而已。恭喜碗哥中奖！切！中奖了，回家了。任何人的奴隶，我彻底战。大家有大气没？有大气，来点大气！差点送礼人数，再来个飞机抽奖啊！谢谢梦想的天空分外蓝 U 的飞机。谢谢饺子，谢谢亲叔叔。冲突让我进化。狗头人怎么的？不补刀了？好难啊！兵线没太亏，可以接受。人可生来就有的优越性，根本不叫过激。谢谢亲叔叔，谢谢饺子的飞机啊、哦！谢谢饺子3个飞机。哎，这亲叔叔送飞机咋没参与上呢？这边为什么还是1/3呢？淘汰，只留下精血。
哎呀，而且饺子不送了仨飞机吗？饺子送飞机，送仨飞机，为什么现在是三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然后有三架飞机呢？不对呀，可能是上轮送的卡了。饺子再送仨飞机看看，这个什么情况？才是阻挡前进的障碍。枯萎，我操！这没一刀。把皮吃不着了，哎呀！我感觉到的可不是喜悦。不过没事，我已经登舰了，上船了，登舰小组。谢谢大陆正中机和又又又有虚区，你俩是一块儿的是吧？还五分钟开奖啊，五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一个人来了一个飞机，现在左边有个一千的飞机抽奖。这一幕怎么好像见过呢？打不过我，迭代没有必要。他都不用理他啊，这都刮痧。你是真会拉，我操！起！起！推你！放！起！平 A。平 A， 平 A， 哪来个卢仙呢？靠！啊！铺个水银骸吧，也可以来个巨鼎。
或者是出个链子。点到为止。我将毁灭一切心存优越的事。我一你嗨虫炸死。人们总是会创造自己害怕的事物。是咋了？应该能打掉吧？哎呀哈！别没呀！别没呀！别没！我的六百！别没！别没！别没啊！别没！别没！一定是别没！兄弟，我六百呀！别没！别没呀！别没啊！别没！千万别没！下波我再来啊！用技能，用技能就是死的快，别老让用技能。谢谢是长长的飞机，谢谢长长的飞机啊！现在是七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兄弟们，还有四十秒开奖了，一千就来了七架飞机，啊，一千就来了七架飞机，七架是不是不太行？你最起码你给我来个十一架，咱多个一百，是不是？在完美的世界里，一切存在都会为我失踪。还有十五秒了，谢谢傲慢的，谢谢一些一息，谢谢一盒，谢谢王大娘娘三个飞机。我让你退休。真能追呀，从上路一直追到中路，起炸平嘞！他搞的不用出智慧墨印，颤动，爆，不追了。
他怎么还回来呢？哎，为什么14-19啊？不对吧？没买出来装备，我操！我跑不代表我怕你，明白没？自毁默印没买出来，哎呀，可惜呀！我需要重新充当。死亡是活物的权利。急了。人们说原型并不稳定，那是因为他们害怕。感觉赛人出一个那个女神之泪的那个装备也不错呀。何必还要继续进化？凛冬之鳞。不太用理他呀，你讲错。该我打你了吧？啊？你也打够了吧？几个人啊？开中啊！回家了，咱们开中来。拆下吧，我们去把下路拆。Hello， 减速，起，我去，人越多呀！你这黄人，你挺猖狂啊！哎呀，给我挑起来了，给我撅飞了。来个聚酒，出个蟹手。卢仙给我下葬了。
画，神话有什么可以图的吗？我觉得神话没有什么可以图的。直接海妖，海妖就海妖，已经无所谓了，对面马上就被我们给拆没了。人格生来就有的优越性根本不叫火鸡。等队友大龙完事我们再去拆啊。又来追来了，追追吧，无所谓，让他追。全面启动，我们把下路拆了，把兵线收了吧，这边收兵线，队友是大龙。谢谢扣了 leaf 的飞机。给大家来波300的办卡抽奖啊！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，现在有12个人参与了我们的办卡抽奖。等我复活一波，给点 buff 啊！我直接冲了啊！这波能冲到卢仙就把卢仙杀了，杀不了卢仙我就拆基地。啊切！你咋那么狂呢？我听说你很狂啊！队友哪去了？冲啊！去！哎呀！哎！这里有个眼儿，我们传过去，直接把它塔砸了，或者是拆上路，砸塔还是拆上路？我想等波队友。哎，算了，不等了。他们家死俩人，这波不用等，直接传，拆基地吧，剩个门牙。我的车轮，直接拆基地，将他们挫骨扬灰。那都拆没了，快基地等会儿再拆吧，也不着急了。
直播间有个300的办卡抽奖啊！